妹妹把火箭走一波呀！我的手机打上主播，你说谁是老女人？居然敢贴到老娘头上来，今天必须让她原形毕露！啊，哥哥，你那里冰天雪地的，好美呀！我的妈呀，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南极，超级鹅毛大学地窖一个地道。这么冷的天，哥哥休息会吧，妹妹心疼了。哎呦，我的好妹妹，后头北极熊要追着挠我呢，你快刷两发火箭，哥哥这能跑得快一点。哥哥，火箭我没有，但是我已经上报国家反诈骗中心 APP 请求帮助了。什么？你还想骗我？南极虽冰天雪地，但极地温度过低，干燥的空气中水下量很少，根本不可能下鹅毛大雪。而且北极熊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可浮冰的海域，南极圈多是由陆地构成，食物匮乏，北极熊是无法生存的。骗人也要功课做全了好不好？对，我记错了，我在北极呢。还想狡辩？刚才我与你连麦时，而我隔壁也传来两声手机铃响，如果我没猜错，